因做起家的国权集团，旗下有侪侪多元的产业，即卖拓展到咖啡的产业。滨海咖啡厅那咖啡17号正式开幕，立法委员郭国文、赖惠文、市员李宗翰，还佫有侪侪贵宾拢到场见证。这个戴董事长，因为你们把这个小爱化成大爱，提供我们新营一个这么好的一个环境哈，可以让我们喝咖啡，就好的地方跟好朋友分享。我想这个是一个人生温暖的一个最高的境界。国权集团的现任董事长戴富仁表示。爸爸在生的时阵就教导因，若是有能力，爱尽量帮助弱势。所以除了开放那咖啡这个空间，甲大家分享，佮捐赠大约25万的爱心物资，予慈富社会局，希望会当尽一点仔心力。要激励我们那咖啡的团队，可以赶快向我们其他的事业体，赶快获利，能赶快上轨道。或许我们在明年的今天，或者是更早，我们就可以。再办一次的那个爱心公益的活动。那咖啡的执行长戴立敏表示，咖啡厅采用欧式宫廷的设计，除了营造豪华气派氛围，也希望能创造在地新的文化，让大家知道每一个人都带来一杯好的咖啡。其实真的很开心，这次有这个机会在新营开造一个新的环境，一个新的空间，让大家会有不同的体验。那咖啡厅的营业时间是上午9点半到下午5点半，那礼拜一、礼拜二是公休。对，那有空就欢迎大家来坐坐喽。执行长讲，那咖啡有供应早午餐、下午茶，是朋友、家人放松心情的好所在，嘛是公司会议的新选择。欢迎新营附近的民众会当来体验看卖。咱这新闻用第一新营采访报道。